猫，然后撑着雨伞，然后保护大家，然后不是替自己撑伞，是替别人撑伞。对，我们都在替别人撑伞。对，然后保护大家，也是我们的荣耀。对外的运输就是空运或是海运，高价的需要时效的全部都是必须要用空运的方式来运输，所以这个工作我们责无旁贷。我是消防员陈威翰。检疫人员淑芬，我是亚东医院内科交房主任张后台。我是华航空服员吕美仪。我是亚东医院加护病房叶秀文护理长。我是防疫司机吴忠勋。我是华航机长卢希文。